他们站到前面来，请他们站到前面来。那我有礼物要送给他们，有一个受洗的证书。那这个证书你们会看到，是我们教会的证书，有个卡片，卡片里面有经文要送给他们，所以请你们站着，朝着大家，朝着大家。那我要送给你们的，那礼物还有花，也谢谢祥云姐妹准备跟一节经文。那我会先读一节经文，然后再把这个受洗证书跟礼物跟花送给你们。OK， 我们送给同学姐妹的经文是在诗篇119篇10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好，我们大家可以拍手。还有就是好，接下来我们送给 Liz 姐妹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要握手，还没有跟小姐握手。好，那宝兴弟兄，我们送你的经文是在箴言第四章23节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鼓掌。我也要为他们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带领我们三位弟兄姐妹，他们今天为你做见证，大喜的日子，我们跟他们一同的欢喜。我们也知道你会保守他们前面的路，而我们的教会也承诺，我们继续的为他们祷告，继续的扶持他们，支持他们，让他们行在属天的道路上面，蒙你的喜悦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最后